喂，还想炸我？哇！平行龙卷炸不掉！哈哈哈！哈哈哈！哇！会玩会玩！我靠，除外后台！不会吧？爱玩呢、欸？哎、欸！啊！他只坏我的怪兽。好，战士狂焰六五中，对不对？好，重开，重开，重开，没后台，重开。哦，趴狗看到了，看到趴狗了。哇，太强了，一个骑手根本湿啊，太湿啊，哇。太神了，沉默之剑根本是张神卡、啊、可以在上半开，然后又不受对方影响，哇哇，神卡神卡，接配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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哎，六五中，小坏坏六五中，很好，特招六五中的示范，对方一定是庆粉，今天偷偷看我的视频啊，好，盖两张，来直接打过来，打打打打打，打一波六九，赶紧打一波，不然下一回合就要直接升级啦。哎，战斗阶段1200加15002700，看你怎么跟我斗。哎哎，想不到吧？嘣，爽！好，你知道为什么会变2500吗？因为不受效果影响，所以我们草原的场地加成就不见了。这是这个非常微妙的计算，这个只有高端才知道。来，提升等级一波，不讲道理。没错，出来吧，沉默剑士 LBU， 要直接攻击才可以。要直接攻击才可以升等啊，有点小尴尬。来，再来再来，哦 ，LV 3太强了。你和我兄弟，没错。阿信开私信，打游戏网太有感觉了吧？有声音配画面，没错，这就是我要的画面，巨的。啊啊啊啊啊！来来来，打一波，六九。好，我们用这一只打，用这一只打，让他以为我们要自杀，结果殊不知来一个沉默之剑下去，2500。喵！来来来，下一回有没有机会嘞？有没有机会变成 LV 7呢？哦，有机会，有机会哦 ！LB 七哦 ，LB 七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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我们等级提升放三张啊，没抽到嘛，对不对？开玩笑嘛！等一下，他要炸我们，他要炸我们，他要炸我们哦！等一下哦，等他叫怪兽，好，赶紧拉过来，拉过来，拉过来。拉过来，拉过来！好好，拉这只，拉这只。OK，OK，OK，Yes，Yes，Yes。看你想干嘛，小坏坏，还想炸我？哇！平行龙卷炸不掉！哈哈哈！哈哈！太神啦！我笑死我！出来吧，沉默之剑 ，LB 七！哦，啊，就这样。他的效果，他的台词跟 LB 5一模一样哎。沉默剑士
LBC 表示干。哇，精华精华，来来来，我想到这个我两年前的故事啊。有一次呢，我去八方云集啊，买这个锅贴啊，前面的这个客人他就说，老板我要七辣，就是他要七个辣味的锅贴啦。然后想说，诶，他想这样感觉是这种老司机哦，比较熟的客人哦，就会讲这种七辣这种比较缩写的话语。然后于是呢，我就过去跟这个老板说，老板我要六九，我要六个韭菜。笑死，然后超好笑的，然后我就没错，然后就 GG 了，就进警局一波，别乱学别人。来来来，传送转换，老板有告你吗？我哪知道。好，送入墓地，升级召唤。沉默剑士发动曙光骑士的效果，再把一张牌送到墓地。来，哎，等级上升，哎，你怎么跟我斗？OK 的嘛，对不对 ？OK 的 ，OK 的 ，OK 的。哦，都没有停顿，漂亮。信哥，听说你下个月要结婚，谁讲的啊？谁讲说我要结婚的啊？没有吧？阿庆，我有办活动可以参加吗？白龙杯，再说吧，看看。哦，那不是跟刚刚一样吗？直接打过去。1100，1100加1500，26，还没死，还没死，还没死。来，再打一波，又没停顿，是怎样？开玩笑嘛，对不对？控制器没用，哎，对吼，对吼，控制器没用，我忘记了。控制器要不要拿掉啊？我们等一下把控制器拿掉好了，控制器好像没用哎、欸。新兵龙，新兵的白夜龙，哇，龙之尖兵哎，太凶了吧，太贵了吧！陷阱卡发动时无效并破坏，怎么办？哦，以此对象的啊，那不用怕，那不用怕。来，战斗步骤，伤害步骤，我是以我为对象，不用怕，赢的。好，露脸人没错，控制器没用，要不要考虑拿掉？到了，沉默剑士 LV3。小可爱，会不会来个分段啊？有点担心哦。
来，哎，我拉错了，应该拉小只的，我怎么拉大只的？分段的话，4300要减1600，还是可以打得过啊 ，OK 的。哎、欸，横冲直撞，啊哈哈，下去，没用啦，白痴。呜呼，非常完美哦，太神啦！爷爷的卡，哎、欸，这个棋手好烂哦。嗯，好啦，重开吧。哦，微妙的棋手。啊！沉默剑士，来升级一波。哦，等一下就 LB 7了，好快啊！千年水罐阿牛在灌蚱蜢哦，什么灌蚱蜢？阿庆灌蚱蜢一波，三小哦，传送转换漂亮，来，我召唤沉默剑士，曙光的骑士。来传送转换，超强，有够猛！啊！哈哈哈哈！啊！哈哈哈哈！场上所有魔法卡效果无效，看！哎、欸，怎么会这样？哦，怎么又精华了？太快了吧！哦 ，LV 3又有这个哦，魔导书，魔导书嘛，你想除外？你想除外我？没用，没用。赢了，魔导书赢了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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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不受这个魔法卡影响，看到没？以此卡为对象的魔法卡无效，太神了！哎、欸，头发乱掉了，整理一波。哎、欸，小坏坏想干嘛？小坏坏。哦，直接发动效果，丢一张魔导书到墓地。我们有分段之壁啊，不用怕。今天该不会都召不出等级七吧？我、哦、靠，怪兽们、欸，太贵了吧！哇哦，哇，除草。哦，魔导名士，拉斐尔，拉摩尔。来，墓地有一二，哎，一张、两张，哦，两张而已，没效果。盖了一张牌，哎，直接战斗，小坏坏，想干嘛？哎，这张可以在商判开，超强的，可以在商判开，对不对？靠，太强了！根本猛，神卡神卡，难怪一堆人要玩啊！
太强了啦，太强了吧，超强欸，来等级提升，呼，很棒嘛，太神啦，强强强，欸，目的啊，对对对对对，我可以再拉一张，可以再拉一张，漂亮，可以再拉一张，拉一张 LV3， 好，给予他最后一击，一决高下吧，还是大家想要看那个啊，看召唤出 LV7 的样子啊，我们来看一下好了，不要打死他，我们不要打死他，不要打死他，结束，不要打死他，我们来看一下，好，魔导书整理好，给你整，给你整理无所谓，赶快啦 LV7 赶快出来，我看一下有没有那个啊，速攻都能在商判开，我听你在唬烂，速攻最好都可以在商判开啊，速攻明明就是可以在战斗步骤开，是有那个上升，就是增减攻防的卡片才可以在商判开哦，例如说禁闭啊，然后金属反射装置圣杯之类的增减攻防的卡片才可以在商判开，开玩笑嘛，对不对，想考我游戏网啊，你们都好啦，算了，别打就可以叫，欸，不是要直接攻击吗，我靠，今天的观众 又快400啦，这么多人啊，大家都想要看这个沉默剑士对不对，控制器就不能在上方开，没错，只能在战斗步骤开，哇，拉斐尔这个小坏坏，哎，还可以特招哦，来分段等你，等着你，哇，会玩会玩，我靠，除外后台，不会吧，爱玩呢，哎，啊，他除外我的怪兽，哈哈哈哈哈哈。